倒鱼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华，现在是清晨四点，我们又来到了山东临沂平邑县地方镇赶大集。今天我们又去拍这个网红小胖出摊啊，来了。每天早上起来就一个人出来出摊。昨天刚几点下班的？啊，出来才八点多。回来八点多了。哇。每天早上小胖是一个人来，先把这工作做完，这一车的货全部卸下来。你每天说到这里是第一个。哎，第一就顶了。这是一袋碳啊。先能吃到这种辛苦的年轻人少了。网红抖音是小胖，大西瓜上，全中国最能早起的一个青年啊，年轻人学习的楷模吧。油、酱油、醋。真的背景还真不熟，有两斤吧。每天都这样子吗？该戒就在这儿，感觉就这样。你们能吃到这个美味的岛鱼刺，你看人提前付出多少辛苦是吧？确实厉害，十多分钟吗？开炉子喽！也算是全中国最朴实的餐饮人了，最辛苦的餐饮人。你说你这一个人做了多少个人做的事儿啊？半小时一份，啊，就端一盒就是。订货了，他不给送了。我订货去拿去。啊，你去拿去。小胖，你这想找个啥样的女朋友？你天天看美女。你到底想找个啥样的女朋友？上哪看美女啊？换装开始。拿菜去，跟小胖拆吧。那挺远的这地方吧？市场嘛。啊，市场上。哎，他得上自己上市场来拿菜。这个是咱们费县最大的市场吗？是的。哦，自由市场。这都是餐饮人呐。都是餐饮人。啊，你认识啊？清点一下菜。菜回来，天也快亮了，炉子已经生好了。人间烟火气。这丸子要提前搞汤泡上啊。对。哦。酱豆面的，不是杯面的。豇豆。很快啊。这么早来赶集了。啊。啊。烟都没了。现在是纯纯的人间烟火气。
哎呀，肥肠豆腐，芹菜腐竹，这个是藕，炸藕盒，烧小白菜，干煸鸡心，四个菜啊，有荤有素，还有肥肠，还有鸡心，40-50块钱，俩人连吃带喝。嗯，外焦里嫩的，干煸鸡心带孜然味的。嗯，小胖炒菜就是料重。今天大概炒了多少个菜呢？没错，是吧？倒霉是倒霉了，倒霉了是吧？现在一个月还是赶多少个大姐？一般是吧？还是18个？你看这脸熏的，还熏黑了。都是油，都是油。倒一次一天能卖多少份呢？咱今天卖40来份。确实，这个倒一次现在有没有模仿你？有，太多了，一直没模仿，特别没成功。原创，这过年的时候一个月可以涨多少钱呢？4-5千块钱，一天4-5千块钱啊。厉害，一天4-5千块钱，全辛苦钱。你对这个找女朋友有什么要求没有？这是想法有点，还是为一种游戏了。